好了，这一趴来看宅小屋了，好不好？看看今天又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，你干嘛？还好吗？请问？好，第一个是 Cinder Grill 智慧烧烤炉。哎呦，该不会又可以当行动电源？好了好了，当使用者将食物放上烤炉上盖后 ，Cinder Grill 会自动根据食物的厚度来计算最佳烹饪时间。现在要开始吃那种减脂的套餐，或是那种。比如说只吃蛋白质不吃淀粉什么，那这个可能就蛮方便的。对啊，因为常常煎东西，对啊，也不用放油。如果照他讲的话，鸡胸干这样子，真的，对，烤个枪出来就好了。哎呦啊，既舒服又好吃，记得洗手。快点哦，牛排好，牛排好，阿干。哈哈，反正都是自己的后代子孙嘛，对啊，好吃，再次成为我的养分嘛，哈哈，把吃掉，碰到直接跟裹了蛋白一样，太妙了，免费的蛋白粉 ，Tersa Steam 挂式洗衣柜，哎呦，这个听起来就耸动了哦 ，Tersa， 你是一件而已，是不是？专为讨厌洗衣的人所完成，是一种快速进行清理的工具。哇哦，哇哦，好像很赞的，哇，这样子不用买很多衣服哎。Tersa Steam uses pod technology， 还在那边给我用胶囊咖啡机，白痴。This in your Tersa Steam， 如果用水量真的这么少，等一下，它是那个胶囊的。And while you're getting ready to go， 那个对呀，他干嘛要放那个东西？对啊，放。如果他是，如果他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加水，然后那个东西是加气味，那不要弄那个气味，那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这样都还可以。还是他那个是一个垃圾桶，他们刚泡完咖啡把胶囊丢进去，然后他可以回收变成洗衣服的原料。哎呦。他可以把那个胶囊咖啡的那个胶囊变成一件衣服。哎呦，我受不了了！啊，我环保达人，我要买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第三件，而且，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挂个两件进去应该也都 OK 的。不介意。那挂一件衣服，再挂一条腊肉进去。我觉得可以。下面再放一小锅电锅，然后里面装米这样。不如再吊几只烤鸡下。对对对，就。吊烤鸡、腊肉，然后米这样放，然后上面放一些大葱在这边，然后放进去蒸那个鸡油，对对对，然后辣味的那个油，蒸到一半的时候再放几朵青姜，再放在那个饭上面蒸，然后肉这样剪一剪，菜剪一剪，就是往辣味蒸饭，哇，好轻，那个衣服电锅嘞，电锅做不到了。电锅没有那个胶囊可以芳香，我有个森林口味，你不要那个胶囊。马我操，还是我想用咖啡胶囊放在那边，我想我的整件衣服有咖啡味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还不错。或是拿个胶囊自己试试看，然后呕吐进去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放在那边塞。整件衣服都呕吐味哦，整件衣服都有东区夜店的味道。那就倒马嘎进去有没有？整件衣服都有酒味。开车的时候警察这样来吹一下，吹一下，然后来吹0.00，你看没有吧？没有吧？好无聊、哦。去戳警察，全都酒味，吹一下0.00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在里面放烟草熏，整件的烟味。回家干嘛？我没有抽烟啊，超强！我就妈没抽啊，怪我没抽啊，带我去验尿啊，超嚣张。Helloplan 为一款植物感应器，将它插在泥土中，透过蓝牙连接专属的应用程式后，便可为植物发声。它想要晒太阳 ，Ambient Light。哇塞！我刚抽到两只五星，白痴哦、喔！台湾租房子连对外窗都很少了，还给植物晒太阳嘞、欸，真的，他不如晒你的屁股、啊，真的。他们家基本上是躺多少人呢？整个地方都是，搞不好就是地方的。走一走，然后踩到那个老人，就比中。搞不好就是地方的妈妈。地方妈妈，地方妈妈，搞不好就是他。地方妈妈需要一些快速的，要解渴，快速的解渴。所以大家都在他家，他搞不好那就是真的，好不好？搞不好地方妈妈就是真的，搞不好就是他。我信了，法国人这样，名字叫地方妈妈这样，他身份证地方妈妈。哦哟，厉害，赞哦。真的，他去到法国，真的，丑女人，丑女人也需要晒太阳。我每次鸡壳妈妈，你的植物会恨死这个网站。
不会吧？植物会蛮爱的吧？每次想说，看一下的时候，看到那些广告就会忍不住有点想笑，对啊，就会想到我们在节目上聊起来。应该是你直接伤害你家园丁会恨死这个网站吧？怎么是你家的园丁呢、啊？对，你家园丁会恨死这个网站。哦，地方妈，地方妈妈价。哎、欸，地方的法国妈妈，我来了，800块还会传讯息给你，好棒哦！那个还会还不差几根，不错嘛，差几根。你家园丁，因为你每一盆就要一根，所以你也不可能太贵啊，除非它有一个中控的，没有不可能，中控一个母体这样子，然后你插一根小根的，然后母体不对啊，你每一盆还是要插小根的。对啊，你每一盆要对应一个 APP， 怎么受了？不用吧，不用吧，同观念吧。哦，还是你弄一个全自动的超大根，它每天在家里巡逻的，哎、然后、啊，这个太湿了，马上传去给地方的黄金阁需要水，然后哎、这个太湿，我传讯息说拍水插到马桶，好臭，太湿了，然后都没有浇水，回家之后就看那个机器坐在沙发上，然后你看它就开灯。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要回来？是要去外面混多久？黄金葛已经枯萎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野了是不是？已经野了是不是？现在都不用回来浇水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你去嘛，你去啊！真的是地方，你以后就不要回来。地方的管家机器人，现在这样，好麻烦哦。盆栽当热带雨林在培养的，对，不用管他们自己长是不是，给你方便，你当随便啊，真的。看看这一株玫瑰。你不是给他浇水，你把他当香菇在养，自己长是不是啊？哇，好麻烦哦！可恶的老木，真的是不会好好讲，一定要这样子，一定要用酸的。沿着事先设计好的折痕凹折，就能立刻化身为行动装置的支架。哦，买了，可以耶，就这个架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合理价。看花色，如果它有一些设计过的很蛮好看的图案的话，带出去全黑的，瞧瞧的话，哎，搞不好可以，可以。你家人说，哇，你那什么东西好酷啊！那个，哇，你那什么东西好酷啊！折好，不要放筷子，好酷，然后放下去，开始看。动漫，很喜欢。别哭，烦呀！可以啊，你们是不是对那种人都有歧视啊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没有。不是开开玩笑的，其实是他跟那个曹小屋是一个对比 ，OK？ 对比，我自己也是，好不好？这也是对啊，我们家里人没哭，你们真的不会，我们就是这一群，好不好？我们只会忍住而已。我们去那什么什么，看到那些什么，还是在那边。好了啦，示范一下就好了，不要真的全部脸吧。他想干嘛？哦，他想刷油漆啊。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异？不错，你看差那么多，还可以立起来，聪明聪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聪明聪明。人类在进步 ，nice， 好哦，轻巧便利，进步了。那布偶都咬到我自己的舌头，我也咬到嘴唇两边，好痛。哎呦，这个小东西应该不用太贵吧？我猜250，150，180，180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好，还是可以啦，一辈子买一次 OK 啦。因为它取代了那个大台子的功能，方便多了。大台子只有一个好处，跟同学吵架拿来干他。真的，大台好处就是小偷进来的时候拿它可以多多少可以防身，真的。小偷进来就拿胶带刮它。哦，你可以回家，然后刮它里。哦，才拿两只。哈哈哈哈哈！对不起，然后他直接拿那个超大胶带台，直接打你头，而且就前面尖尖的那边烫，好痛，不要这样。下一个是宅实验的，今天呢是主题是口香糖也有硬气功，我们先看一下影片。硬功夫精无益，哎呦，干嘛？哎，那什么？地瓜。还得刮，我靠，那一颗是什么？椰子。哇！哈鲁加，哈鲁加，入境。这个我们以前是用牛奶糖哎，哦有，我们大学是用牛奶糖。大学还？
怎么样？你没念过大学是不是？我跟你同一个大学，叫学长。好，我们把镜头转到我们的，你讲。实验室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不是，是好，是要现嚼的意思，不用嚼吧？对啊，口香糖我记得是不用嚼吧，就直接给它硬嘎上去就好了。硬嘎？那你们刚刚为什么放一个嚼过的？不是你要信那个没有嚼过，太恐怖了。你要信，转吃掉什么？你吃掉了是要怎样？对啊，我想先吃一个。那再吃一个？那我可以吃一个吗？那也吃一个。他要吃一个，他还够吗？够吧。哎呦，好多，你要不要吃一个？地方的妈妈啊，地方妈妈，你们轮流捏啊，你休息一下啊，跟我们轮流捏啊。等下这个我要吃，好吧？那我扣个屁股，再给我捏。还有个尖尖的地方，给来读。有啦，我有尖尖的啦，捏出来啦。对啊，这样 OK 了吧？再追一点吧。对，再史莱姆。哦，追啊！不是追家人啊，不是那个追，够了，追一片，追一片，追一片，太细了，这也太细了吧？来啊，来啊，试试看。哇，好追！敲哪一个？先敲哪一个？直接尬椰子了啦。好，尬。那个速度要快啊，不能慢慢。那你要放中间一点。就我这样呀，然后两个开始。你要玩多久了？进广告。我要擦屁股还是上面啊？屁股。屁股对，来啊！快的哦，来啊！红马尼马尼红，来！那用头把枪，来！失败。我很快了吧？不够快。摩托还要酷，快，还要更快。呀！这个实验。全部都把体力耗费在我已经看到这个广场上面有一些黑色的毛了。这边气流站，哇塞！哎，我觉得，哎，你们一定要把它戳破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他们一定会照用头。不会了，但是可能会想用腿夹。对，难怪用过破。再来，加油！再一次。不够，我觉得太尖。那对，好了，好，大家都动了。不要动，你不行，你可以，你不行，算了啦，这样，稍微这样。好，那你敲好了。好啊，我来试试。好，来啊，来，快速用力，快速用力，两只手不行。你们会不？算了啦。还是你用我们做的。啊，我用你们做的啊，这个。哦，你们做的好硬了吧？你这个，这太硬了吧？你们这也太硬了吧？是什么啊？这用几个做的？这陶土啊！这荧幕刚被敲到，还闪了一下。这还有需要再捏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直接干了。捏不了那么硬。这跟我刚刚的火超硬的，大理石吧？我泥这我失手，他手啊，我手都穿过去。那来了，好来，好来，帮我 hold 着，帮我 hold 着。来，哎，哈，站。哇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直接一个洞哎、欸，这个我操，他是一个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们这个根本已经不是凶器，太夸张了啦，那個！有啦，成功了啦，太扯了啦！哎、啊欸，是头下去它会一个洞，你知道不是，我好想喝。是啊，这个东西，有吸管，你拿什么狗屁来撞都可以吧？有吸管，是人家咬过的哎、欸，他还没开啊，他没开，再敲两下，别人头撞开了。切了啊！啊，那个口香糖不知道多少人咬过吐出来，这应该是咬过的。I don't care 啊，没事啊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不要，我的手拔不出来，等一下哦。好了，可以。你不要插，你把手撕啊，把手插进我椰子里面。白痴哦、喔，拿点水洗手啊、喔。你赶快吸，好喝吗？原汁。哦，好爽。原汁原味。哎、欸，很好喝啦，真的。而且，怎么会？我没有看过这种椰子。这没有，是去椰子外面剥开啊。哦，是哈、哦。哎、欸，还有马铃薯、欸，还有马铃薯啊，那一口的，那这还需要捏吧？不用捏了，就算这么炖一样爆，我跟你讲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小捏一下，好喝吧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等人手借我一下。你敲，你敲，给你敲。哎，一敲，然后一敲，有人直接把那东西插到自己的手。哎，有可能，我有可能。小心、啊。你会怕啦？你会怕？不过他碎了，蛮厉害的。这太硬了，这敲什么都爆，好不好？这根本没，这敲手机又爆了。
太扯了吧！这叫什么都爆了，iPhone 真的下去就直接穿出来，恐怖死了。